花火节即将登场，澎湖县政府与香网养殖业者周二举办联合促销发布会，力邀民众到澎湖赏花火，顺便可选购超值且优质的海鲜回家。我们有很多朋友啊，在澎湖服务，然后回到台湾，在家里都买冰柜，有那种皮哦，物价习惯，台湾都整个习惯。澎湖海水盐度高，养出的鱼肉质特别好吃。有香网养殖业者去年与航空公司合作，首度推出单一的全鱼分切伴手礼，结果创下傲人的销售成绩。今年进行同业异业整合，并广邀民宿、当地导游、伴手礼名店等一同加入响应，推广在地。来到澎湖这个地方，当然就是以在地的为主。那有这么好的香网养殖，那带客人去体验，又可以买到鱼，又可以吃的话，当然是最棒的。不要让他觉得说澎湖只有黑糖糕，只有化志丸，我们还是有好的养殖的东西。从4月16号到9月30号止期间，只有扫描票券背后的 QR code 进入购买页面，输入登机票号5种澎湖优质的鱼品伴手礼，就可享折价好康优惠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曾天碧、吕建树，台湾澎湖采访报道。